河滨河八里第六林的林长吴宏春退休了后，为着要陪伴高龄93岁妈妈，选择伫140多年的旧厝买起红豆饼。13年以来，310块唔捌起价过，就是希望买红豆饼陪伴妈妈，甲妈妈欢喜开讲，安尼就有够啊。啊，食早餐尔。哦，食早餐。嘿啊，啊因为吼、哦、这做素的吼、哦，大家拢会食哩啦。啊，你若做粗的吼、哦，素人就袂食哩啦。吴宏春的老妈妈已经做太早啊，伊家己本身嘛是阿祖级的，所以13年前为草港的公司退下了后，想要陪伴爸爸甲妈妈，所以选择伫老家门口卖起红豆饼。为早起5点外开始，一直卖到尾阿妈，有诶就是会使甲老妈妈做伙。啊，20块5袋，佫加一袋6袋啦，啊，大家欢喜就好啊啦。20块5袋，佫加一袋6袋，即马都20块6袋了。即10块3袋尔咧。嘿啦，嘿，对。哦。毋知广播电台王斌讲，伊安怎算都无人趁钱啊。我捌讲讲到你遐。嘿啦，伊就是咧讲我呢，伊讲伊安怎算都袂使。啊，再无爱甲起价啊。阿妈啊，四几百啊，四个我都毋捌咧起价，有落价都无咧起价。吴宏春讲，一个5块，5个20块，搁送一个50块15个。学校也是社会公益团体，向伊订每一个只要3块，反正拢是为着要陪伴妈妈，卖偌济是无所谓。吴宏春老妈妈嘛曾经为着要甲吴宏春斗三工，互真少个订路烫着手，拢是恨。但是想着是后生的爱心，就感觉无啥物啊。我这是下早时吼，人来咧卖做早点啦吼，要创啥要食的安尼啦，唔得就吃啥。啊，无普通这红豆饼拢下晡时叫咧，叫咧卖。做这样本来就向做这吗？无，我退休的时阵才家己有那开发起来。啊，退休才迄个，不是阿母家己的。无，哈哈哈哈哈。哎，人上人，我做人，我也无记啊，阮母也会查先咧。啊，唔知现在是双手拢有啊呢，安尼，可能拢有用咧，啥？斗三工吓，之前会斗三工。吓啊，即阵无啦。啊，之前捌烫着啊！哎呦，拢嘛烫啊，一点手。哎呀，拢嘛捂着饼。系啊。除了卖红豆饼，吴宏春平常时嘛是河北里长的领长，担任领长10多年，对基层服务工作嘛是相当热心的伊，就是希望伫陪伴妈妈的过程，会使多为社会尽一份心力。新中华新闻江代静何必采访报道。